受书中启发，我领会到枪术与剑术的本质正是同术。书可以回来接着看，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可不能等啊。在下路见不平行侠仗义之人邢秋，该行动了。在下虽年少，也行走江湖数年，面对恶者又何曾惧过。语线难化，断。如果心中没有善恶的标尺，努力就会错了方向。我对这一点早就有了足够的认识。彩雨流红，练功的好，不是看书的好时节啊。倘若还有几卷失传的古书，就完满了。